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仔日的节目。来，咱即个咧，甲大家谈讲，人生难免有时阵是得意，有时阵总是也是会失意。即、这个其中有一个，会讲你害较忝忝舔，就是如果你的性命中、在你的心中、在你的观念中，有真严重个完美主义，就是你凡事拢要求讲一百分，安尼你一定活甲正辛苦。所以咱顶一期有讲，讲真侪咱个文化的背景。 拢有即种诶镜头，因为即甲咱诶家庭是有关系，因为咱诶文化背景内面，爸母为着要为咱好，所以要求要求较真悬。所以你若逐概考试，你若考九十九分倒去，恁老爸老母真少第一句话就讲哦好棒好棒，啊若无头一句话讲哦那会只啊，后一句话讲啊那一百分著好啊。你著发现讲，咱是主角出来的时阵咱整个大环境，咱诶整个诶文化，拢甲咱相对一个完美主义。 咱做世人所读的四书五经，拢甲咱讲，人生着爱亲像追求，个亲像君子。啊，着甲咱讲应该安怎安怎。吼、哦，咱较早七拢捌读过，非礼勿视，诶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安尼，吼、哦，甲你讲啊，做人着爱安怎安怎，即拢是真好。问题你做袂到，来无人甲咱教讲，你要安怎达到迄个圣人地步？其实包括孔子伊家己伊嘛迄是伊理想，迄是伊理念。 今仔日咱啊对观察，请孔子佫出来坐一下吼，哦，来甲老三泡一个茶咧。我来问一句，讲啊，孔子先生啊，即问吼，你讲即个物件，你敢做有够水到渠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人本身人是肉做的，人本身都是无完美，咱来接受即个事实。所以你袂当甲己要求你做袂到的代志。所以一个人若是祖先和伊个家庭个背景，要求伊拢做起了伊做袂到的代志。 慢慢，等伊大汉了后，伊个自我形象会受到伤害。伊原本做一旧诶代志，原本应该会当维持好好的关系，会因为伊个内面有一个完美主义，带来较大个伤害。所以来今次次老三想要跟逐个谈诶，都是啊，即个镜头逐个拢拢有呢，安尼是变安怎吼？我想讲今次跟逐个来谈讲，做一个华人，伫咱即个文化背景诶中间。 你要安怎样来治疗？要安怎样来突破咱心中诶即个障碍？要安怎样从过去咱所接受诶即个错误诶观念，渐渐渐渐爱来甲改掉？有几项会通甲逐个做伙来分享。头一项著、就是，如果你若发现讲诶有影哎，我生命中吼，我对即、這个吼无一百分诶物件，我拢无啥会当接受吼，你就会开始渐渐改变你家己。 因为吼，一个完美主义者吼，这些讲起来就足奇怪啦。伊本身是完美主义者吼，伊即马想讲我要来改变吼，伊嘛想讲一日都改过，因为即叫做完美主义者嘛。伊若会晓讲大大来无要紧，莫只紧张，他就不是完美主义者了嘛。伊诶完美主义就是伊未当接受即马呢。伊，伊比如讲，伊若讲一个会食薰诶人，伊讲啊，我明仔载我就开始，我无要食啊。伊五忙马上著改变。 拢有这种想法，这叫做完美主义嘛。哦，伊若一件代志就对掉，伊就马上要做甲到伊马上得一百分，这是足严重诶错误。所以第一项就是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你要了解，任何嘅改变拢是慢慢啊改变，无啥有可能一个就全改过啦，一个就全改过咧吼，别人毋捌你啊啦。你若讲青少年朋友， 看了上的这部看下，等去尔，等去讲爸爸好，妈妈好，我回来，恁爸恁妈对伊一定暴落，讲当时变安尼，对无一定不可能，伊这太奇怪了嘛。昨昏又个咧发性地，关门真大声，惊日等下尔，啊变安尼讲话足细声，足温柔诶，啊拢电话讲情，谢谢，对不起，恁爸爸是种奇怪，你这囡仔是安怎？哦，因为咱人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无可能一日下都改变，但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 伊会逐急忙马上改变，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伊要互别人一个改变诶时间甲过程，伊也无互家己一个改变诶时间甲过程，伊会互家己足大诶压力，伊嘛互别人足大诶压力，所以逐个拢真痛苦。所以你若身躯边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吼，你会足辛苦啦。吼，你身躯边若是用足估摸，你会足辛苦诶啦。即款人吼，伊咧伊咧切一个物件吼，比如讲那个 A four 做办公室啊，吼。 啊，那要切咯，我阿切對了对半吼，伊就安尼扭足久诶，伊就安尼切咯，折折折，伊即会感觉讲真快活？伊任何代志拢要求爱非常诶准确。你若甲种人做伙，你真正你会足辛苦，因为咱人每一个人伫即个时代已经压力拢真大，所以你若果拄着即种人，会甲你要求，尤其你诶主管啊，你若拄着一个老师，完美主义者。 一个主管是完美主义者，你看你嘅情况未？你父母呢是种完美主义嘅形象。定定甲你赖泼啊！来检查看，字写再歹，停写有无？较早咱迄个时代咧写字啊，老爸老母当下看了未爽快哦，迄直接赖泼啊，无像即摆父母拢用讲嘅咧。较早直接泼来，你啊调去买一本新咧，停写。啊，若无哦，爸母主动，拢甲你辅导，停写。真严格，你若拄着一个老师，这老师也真严格。 这个囡仔一定真不快乐，所以你嘅生活中有真侪人，因是完美主义者，因是真严格佮你要求的时阵，你一定系真痛苦。哎，变转啊，人真奇怪哦！你愈加要求吼，我愈冇想要叫我嚟做。所以一个人一直要求、严格要求之下，伊会产生一种矛盾。因为一方面，即个有能力、有资格通要求伊嘅人，一定是伊真看重嘅人嘛，哦。 你不能讲路边有一个人讲，诶、欸，先生，你讲话要礼貌，你咧插伊咧，对不？迄个无无无识生人、喔，你插伊要死哦。你也也讲，我对你造成压力，他一定是你很在乎的人嘛。好、哦，有这个权力，有这个权柄，也当然给你要求，一定是因为伊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。啊，这种人给你要求的时候，基本上，咱后啊，叫五万叫伊要求，然后我们很想取悦他。 那种忙，我做代志，互伊欢喜。咱实际上都是安尼啊。老师叫咱创啥，哦，咱就赶紧去做啊。咱那忙做即个老做即个代志，老师教咱学了。哦，你好乖哦，哦，你好棒哦。因为咱心目中就是讲老师诚重要，你真看重伊，所以伊诶要求，你其实你也真在意。所以要求诶人，拢是甲咱诶生活上正亲密诶人。所以，一方面，咱诶本领，咱个真看重伊。 咱嘞唔蛮福音愿意，所以张斌咱的心是愿意照因所讲去做。但是另外张斌，因为因个严格要求，常常咱做未到。吼、哦。我拄爱咧讲，囡仔咧写功课，靠人囡仔讲要一日一日豆豆写，无啦，弄话千彩富嘞，人讲规划富，安尼千彩富咧要去佚佗啊嘛？囡仔的心是想要去佚佗嘛？囡仔的心是想要看电视嘛？囡仔的心是想要拍电动嘛？ 但是因为这个要求的人是咱真看重的人，所以咱产生一个做大一个矛盾。一方面，伊叫我做嘅代志唔是我家己爱做嘅代志；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因为这个要求的人是我真看重的人，所以咱里面产生一个加大加大一个一个矛盾。所以，咱变成讲强迫家己去做一件咱无想要做嘅代志，咱强迫家己去做一件我未快乐嘅代志。 所以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你若讲，久久啊，一摆叫做训练，叫做磨练；你若听听发生，迄叫做虐待，那叫做虐待，迄无同款。所以你在生命中，这种的比例啊，伤过悬啦，伤过悬。原本是好意，叫要求，这原本是好意，往日定写，这原本好意。哦，功课写了，下当看电视，这原本好意。 但是我要强调，就是讲，如果在你你的生命中受，想过做这种代志，迄叫做超级麻辣锅，你挡袂掉。迄食了回，等去尻川就火咧烧啊！迄等起你就挡袂掉啊！所以呐，这种代志想过做、這個，爸母也要求，啊，你呐去教会人，啊，牧师也要求，教会长老啦、执事啦，大家也要求，啊，你呐亲戚朋友，有的人个亲戚朋友侪，好，亲戚朋友阿哥啦、阿姨啦、阿婶啦、阿叔啦，啊，大家拢个要求，你一个囡仔来主事人。 你嘅意识中间就是讲，大家拢要求我，大家拢要求我，咱人个产生一个足大一个反抗。就是讲，我为虾米爱拢中啊教育嘅意思，我看嚟拢未当教过嘅意思。所以，一个人在这种大家拢要求真悬嘅分数之下，在这种背景大汉嘅囡仔，伊嘅表现真好但是未快乐。哦，你看我早起啊，才读初中了，因班上一个哦，每摆都爱考第一名，伊若考第二名就开始了吼。 做我赶早去讲，我你生足好命，你生在阮兜，你若生在因兜，你早著跳楼啊，对不？你当时捌考过第二名，透时人捌考过第二名，人考第二名欢喜甲但结果伊考第二名咧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只有会当接受，伊第一名是伊，伊伫一个完美主义要求下大汉，所以伊其实真成功，但是伊无快乐。啊，那这种故事吼，社会上啊，每一个角落拢在发生啦，真侪企业家的因素。 正是即个社会成功的人，伊其实真成功咧，但是伊无快乐，为虾米？因为伊迄个成功是靠环境甲磨出来，是因为伊做事情一直毋望互即个要求伊诶人会当愿意，但是咧根本毋是伊发自内心伊欢喜做诶代志。所以即款人诶个性哦，你若成功了啊吼，伊无快乐，你即款人你若去娶着，你若去嫁着，啊你真正随死死人啊！为虾米？伊连啥物叫做快乐伊都毋知。 哦，连伊要娶伊要嫁，嘛是拢参考即个长辈意见。大家哇，即、啊这个好，哦，即、这个佫乖，啊，即、这个佫啥物好毕业的，啊，即、这个安怎安怎安怎，你嘛是照逐个意见娶娶 down 来。结果呢，down 来了后，你介种人生活做伙诶时阵，伊连家己变啊快乐伊都毋知，伊家己内面都真济矛盾。啊，你介生活做伙，你会快乐、哦，你无可能会快乐。哦，所以新煞教大家一步啦，吼、哦，咱个话也袂娶也袂嫁吼，伊若要选、哦、男朋友选女朋友，好选即个主线拢足乖。 听爸爸诶话，听妈妈诶话，啊里打啥嘛？吼、哦，日后若娶若嫁，伊嘛是抑阁听爸爸妈妈诶话。你著无你家己诶婚姻，你著无恁两个人己家己诶家庭去啊嘛。吼、哦，所以真要紧就是讲，咱人一定爱知影讲要安怎来做家己。所以咱若感觉讲我是一个完美主义倾向诶人，你著爱了解讲，我即摆开始慢慢仔来改变。吼、哦，因为改变毋是短短时间，雄雄转变过来。赛车诶朋友著知。 你若讲即晚速度快甲一倍，向向你要指出来，弯绝对冰车嘛，所以改变你要接受，你要开始对家己讲，讲啊我互阮爸爸妈妈饲已经饲十几二十年啊，我即摆要改变哦，冇咁紧啦。而你若讲十几二十年有种个性，过来用十几年来改变，嘛是真合理，吼。啊，不过通常毋免遮久啦，吼，因为你若家己有意识到你嘅问题诶时阵，大概毋免遮久，但是改变一定是。 慢慢啊来。第二，一个完美主义倾向人，你爱学习，你会开始改变恁爸爸妈妈也是过去的背景和你的错误观念，都、就是毋通干呐看结果。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你若讲我我完美主义，我们不喜欢啊，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会改变你的焦点，因为一个人拿完美主义，就是看结果，会成功。 一八分，哎，足好，足好，足好，哎，足水，足水，足水。那查某囡仔完美主义，那出门怎样？个咧，热死！哎，这件、这规包我穿个咧，好，可以了哈。好，出门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夹子颜色不对，都跟人个咧弯了。啊，要不出门啊？等一下，鞋子不对。一、一都是总是觉得不对劲。伊也家己也跟他公主安尼，一进当欢欢喜喜出门。你那看，看来看，你的艰苦阿咩啊？哦，所以咱来学习，从这个完美主义者，家己也成阿讲，哇劲！ 好、哦，完美是渐渐形成的，好、哦，不是一蹴可及，不是一步要登天。家底要先学习放轻松，过再来，你要学习去享受过程，麦跟他看结果。你要享受这个过程，讲我这个过程中间的每一步其实拢有意义，连失败伊嘛是有意义。你要安尼自我来治疗。好、哦，关于这个部分，咱就休困一下，等下了后继续收看老三，知不？ 环境来欢迎倒来老三的节目吼，咱今日节目甲大家来谈讲，诶啊，一个人呐，如果伊若是有即个完美主义嘅问题，是欲安怎？吼、哦？所以咱甲大家谈到、就是，你著家己爱来调整你嘅心态，啊，你也家己爱知影讲，其实咱人活伫世间，毋是咧追求最后迄个结果而已。迄、那个中间嘅过程嘛是非常嘅重要。即个好比讲，今日我做父母嘅人，我今日要饲育大汉。 你饲这个囡仔过程的中间，一定会经过真侪真侪无完美嘅过程，包括讲，这个囡仔伊可能在熟食人食饭的时阵，拉到规涂跤拢是啊，啊，食到规面拢是啊，反正个饭哦菜甲你摕去锅边咧，啊，这个过程都是一定安尼。啊，这个囡仔也未错，也未缺进程，在青少年的时阵，可能伊嘛是甲朋友也会去飙车。 可能伊会跟朋友去做一寡咱大人看起来是也是足幼稚诶代志，较有可能讲，一个人饲囡仔，這个囡仔自细汉拢乖乖乖，啊毋捌讲放尿在蚊床顶，都从来没有尿床，要可能。哦，人要生要成长诶过程本身，每一日无共款诶阶段，拢有伊诶意义伫咧。啊，你若等即个囡仔大汉，有一日女朋友娶当来厝。 哦，男朋友带登来厝，大家坐几桌在食饭，咧讲笑，咧讲啥，都是咧讲伊细汉的代志啊。啊，你若讲这个是囡仔，主持人就神童，靠有啥谈好讲？讲讲个囡仔，哦，主持人哦，叫，家己起床，暗时哦，免人妈，己睡人家己去困，功课免人教，拢家己写，嘛免去学校老师教，我著买教科书，买课本登阿念，伊拢家己写。这个有啥故事谈讲？无啥故事谈讲 啊！你即班男朋友女朋友问讲啊，伯父借问吼，啊有啥物趣味嘅代志无？无，吼、哦，阮只囡仔拢足乖，做事人拢专主动诶，做事人拢总唔捌惹麻烦，吼、哦！伊若去咧甲同学出去佚佗吼，啊从来毋捌讲讲球杆，讲破玻璃，拢从来毋捌做啥代志互骂过，我们这完美小孩，够可能？你想看卖？不可能嘛！吼、哦，啥物叫做完美？就是你即个成长嘅过程中间。 咱囡仔会搞怪，囡仔会做毋到，但是咱甲原谅，哦、喔，啊，咱著甲伊做伙度过即个过程诶。中间，咱来有其实回想，哎，足好诶呢，哦，即个囡仔以前足搞怪，落尾即摆大，汉、喔、哦，咱会变骄傲，即、這个过程，互你更加感觉完美啊，所以你要改变你诶观念，好、喔，咱即个美国有一个正出名伫修水诶一、這个选手，吼、喔，伊伫澳门吼。 摕十几块金牌啦，这是有史以来将来毋捌有人摕过遮济金牌。所以，因美国有人讲，即、這个人吼，伊、哦、是美国有史以来上届伟大的奥运的选手。但是你，你敢知影，讲即个囡仔？今嘛二十几岁嘛吼。你敢知讲，因为伊得金牌，所以电视台去甲访问访问啊，结果讲，伊细汉的时阵是足头疼啊，一个囡仔。伊细汉的时阵是足搞怪啊，一个囡仔。 伊细汉诶时阵叫做过冬鹅啦，哦，真想袂到即个过冬鹅后来变做遮出名诶一个人，哦，伫连续几届奥运诶比赛拢足强诶啦，哦，菲利普斯，哦，足够收水诶。但是人家电视台访问伊妈妈，伊妈妈讲，哦，这个小孩很头痛诶，讲即个囡仔自细汉哦，过冬鹅，这個、哦，这你也拢袂安静啦。 弄美术卡通生尖啊咧啦，哦、媽媽这里安尼挠挠手，挠挠手，弄未安静啦。吼，因妈妈讲，即个囡仔我主持人饲甲足辛苦的，因同学拢讲伊是怪胎，讲即个同学好麻烦哦。哦，伊主持人无人讲伊很优秀，无人讲，敢若讲即个囡仔，因为伊过动个，哦，足爱叮当，所以讲，互伊去修水。教练讲，哇、哦，游泳真好咧，修水真厉害，啊，所以因妈妈讲，啊，无安尼，互伊定定去修。 教练讲，即会当培养做选手，怎安尼？想未到，即个囡仔大汉了，煞变做一个国际级诶一个游泳诶牛人，毋知替母啊趁偌济钱。吼、哦，你去回想，有直接当伊老母讲起即个囡仔嘅故事，是毋是讲较正得意？诶、欸，我即囡仔以前是足歹娶材，以前系足头疼，一个囡仔，我嘛毋知影讲伊将来会变安尼。借问，叨一个故事是更较好诶故事？ 是即个囡仔自细汉品学兼优，即、這个故事较好听，还是即个主持人、這個、主个囡仔自细汉足歹养气，结果后来竟然有成就。请问，倒一个故事是互你佫较感动的故事呢？所以你若有了解即个观念，你就会知影，人生其实著是上帝互咱经历一寡看起来敢若无完版的过程，但是经过即个过程了后，当咱会当突破所谓困难，到最后。 咱来清楚属于咱家己诶一个人生诶时，阵，你只会感觉讲哇，人人生安尼真正好。所以咱人啦活伫世间，你也了解讲，本身即个世界，咱咧人生诶即个旅程，都、就是关关阶阶，都、就是本身，都是一个真复杂、真复杂诶过程。你就爱欢喜快乐去享受每一个阶段。一个所在啦，风景要水，啥物叫做水？ 一定是有山有水有石头。你一个所在啊，干那拢总是水，拢总无山，迄是足无聊。咱若要坐过船出海的朋友都知，迄船驶出咧甲海中，拄开始佫有看着边仔的山，佫有看着树啊。即摆若驶若出咧船，驶到最后拢总无看啊！哦、喔，干那四周围拢总是海水，迄是上该无聊的时阵，迄是上该痛苦的时阵。 爱忍耐，忍耐甲当时呢，忍耐甲你这船开始有看到陆地的时，阵哦，迄开是快乐啊！人生就是安尼，人生爱有变化，哦，爱有山，爱有水，哦，爱有一寡你原本甲你嘅生活无共款的物件出现，你毋即会感觉趣味。所以咱人是安怎爱谈恋爱？你知无？都、就是逐天看爸爸、看妈妈、看姐姐、看弟弟妹妹，看甲怎啊先？诶、欸，即麦甲十八岁，诶、欸，我出去看外口的小姐，哦，看到足欢喜的呢。 哦，看来外口的帅哥，哦，足好，足好，变化，哦，人生就是需要这个变化，啊，所以为着要开始去担这个恋爱的过程，卖冤家，卖互相误会，哦，啊，卖有冲突，有观念无共款的所在，拢总爱接受。你未当要求讲男的女的一个十三年，马上送入洞房，哦，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拢无冤家，拢无任何的问题，无可能啦。 所以，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最主要你要改变你的想法，你要重视迄个过程，超过迄个结果，你要享受迄个过程。哦，你也有能力在即个过程诶中间感受中，这都是生命诶美好。啊，结果哦，结果交互上帝著好啦。人生结果常常毋是你我会通掌握诶。今日这部时间就到遮，后一集会继续收看《老三诶节目》就是啊。多谢。 欢迎收看《老三连歌词》，今日今日为各位演奏一首英文歌。那当地乐团走落起，你讲哎，听过？当然，即首歌是真风动、真红嘞。即首歌当年是电影主题曲。那出电影吼，咱国语翻译吼，《歌声泪痕》。你讲一个《红歌星伊也人生的故事，事因为即个红歌星全部是吃毒啊，算死去，所以呢，讲叫做。 歌声，但是呢，就带着目屎的调啦吼。啊，这个歌呢，其实伊背后一个故事是虾米呢？是当年当迄阵，这个写歌的人将这个歌弹去予这个电影公司的时候呢，迄、那个制作人听听咧讲，袂合阮，这是一个啦啦啦啦摇滚歌星。你这条歌，我一个听去看歌词，迄个歌词敢若宗教福音歌共款的呀。阿喂，单、啊、调。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制作人讲，我感觉这条歌其实。 袂歹听，转对粪扫桶，搁甲捡倒转来讲，袂呢，我咪袂歹咱听看觅咧啦吼。第一摆大家听听讲啊袂使袂使袂哈啦，结果伊个毋死心，全送去哦，即个主演，即个演员，啊，即、這个演员伊边演歌当然伊家己嘛是唱歌嘛吼。结果迄个歌星讲真好听啊，真好啊，所以因为坚持，虽然工作人员真无奈，但是也讲、啊、好啦，我唱看觅，想袂到一炮而红，哈哈。电影演出了，不但真系轰动，结果。 即个演员本身，因为演出出电影唱即条歌，结果即条歌进入了排行榜。果在迄年，即、这个演员也得到两个奖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条歌。所以今天去听演奏的时阵，迄、这个歌词你也加注意看，是非常感动人，也带着这个温重的迄个福音伫内底。